下一起，我一起讲。等后面的，让大家都听到。啊，先拍照，先拍照。我们先拍照哈，先拍照。然后那个后面这个平台就是我给你们的讲义看到的那个叫做现有佛堂。好，那他们的公司叫做现有实业公司。然后呢，他们在堆这个有毒废弃物，然后旁边在抠抠抠抠抠，觉得就觉得会良心不安，然后再念佛哈。那、旁边是现有佛堂哈、啊，还好你们的那个讲义里面照片都有给你们，因为那个照片是历史记录哈，因为他们把它拆掉了哈，因为太讽刺了。这个废弃物是什么？等一下我一读就多可恶。笑，你以为政府会保护人民吗？要是没有我们这几个在这边，我们是看到旁边都没有人在关心呢，就觉得这种很难过了。真的是，对啊。所以你看到我给你们的照片呢，左边的地基的地方就是现有佛堂，右边的地基呢叫做现有实业公司。你知道这个多恐怖了吗？两个，不管是佛堂跟公司，都是同样的名字，叫做现有。好，叫现有。然后一边在做坏事，然后一边在念佛。啊，这个是现在我们社会很常见的人格分裂。我给那个退出了，他来帮忙找。好，那我们开始解说哈。来，我们后面朋友来，快过快，快点哈。来，这个地方呢，在12年前，这个地方号称是全台湾第一家合法的弃土场。就是我们建筑废弃物不是要找一个地方要堆积吗？然后这个地方是申请的合法的弃土场。那我们都知道说，有所谓的台面上合法的跟台面下的非法的在游走的。那这个地方呢叫做合法的弃土场，它弃了12年的有毒，而且比刚刚你去接触到的这个焚化炉底渣还要毒100倍，甚至还有到200倍的，这个很毒啊。那检察官在开挖的时候还冒出七彩的烟，你就知道有多毒那合法的弃土场都搞成这样，你可以想象非法的怎么样，台面下非法的怎么样。所以我跟你讲，那2000万公吨的有毒废弃物，那林义士案那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啊。我们不是在说民进党好，或者是国民党不好，或者是国民党好民进党不好，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改变，因为不管谁来这边都会出问题，因为游戏规则没改变。然后呢，这个有毒的废弃物呢，当时检察官他在侦办的时候，他就通知，就是跟我们联系哈，我们也吓一跳。那吓一跳，因为呢，这个地方旁边都是农业区，所以你看到刚刚我们在那个焚化炉底下稍微走动一下，还没有吹东北季风走动一下就有扬尘，有没有？你如果这边在东北季风在吹的时候，那个有毒的东西，这个比它毒还要100倍，就飞到农田里面去，然后下雨的时候，这有毒东西就冲到下面，下面是沙鹿镇的自来水的取水站。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很紧张，觉得说，而且从检察官开始侦办，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地方的政府没有任何的动作。那我们觉得应该，你看到的帆布是去开记者会，环保团体跟我就是跟几个老师，黄焕章老师一起去开记者会，要求政府进行紧急应变的处理。进行紧急应变处理。那时候检察官他把这个，你知道这个废弃物是怎么来的？我们整个台湾的产业结构已经有问题了，对不对？已经生产出来2000万公吨的有毒废弃物，没地方去，还到处流窜，对不对？你知道这家公司，他是去进口，去韩国进口有毒废弃物，黑心到这种地步，你知道吗？他们用矿石的名义去韩国进口人家不要的有毒的东西，
当然就可以赚钱了。因为你要去处理人家，有多人都巴不得就丢给你啊，还抛钱给你帮我拿，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有毒的废弃物呢，在大甲的幼师工业区，这些有毒的废弃物里面有锌的成分，锌，哦，他提炼出来锌之后，就是把韩国的这个有毒的废弃物怎么样，浓缩，它已经是有毒的，但是又被浓缩，被浓缩之后就丢在这边来，然后呢，他不是只有处理这个，他还有到处去帮人家处理所谓的有毒废弃物。反正来给我处理，我都丢在这边，啊，都丢在这边。然后那时候检察官就要进行犯罪的侦办，对不对？要有违法的事实嘛，他就是用土污法，因为呢，他在旁边的农田还有这个农作物里面，检察官去采样的时候就发现农田里面，啊，已经受到重金属污染，所以这个是重要的证据，不然你没办法办啊。你如果土壤没有污染的话，它叫做废青法，叫做乱丢垃圾而已。你知道这个，如果它土壤没有污染，